老板也太变态了吧，好喜欢。鬼畜老板简直跟我的老板一模一样，不求作者狠狠虐他。作者大大还有没有别的虐老板的招数，跪求教程。我的作品大家帮忙点赞啊。鬼畜老板原型就是顾总。我要进群。顾总，您这又是何必给自己添堵呢？松开。不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出卖同事的事我是不会干的。根据协议第32条，乙方必须履行未婚妻的责任与义务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未婚妻就不能有工作自由了？根据协议第3条，乙方必须维护甲方的形象。你是想自由工作呢，还是想谈谈我们的违约赔偿？其实我们在群里也没有吐槽您什么，我们还是很佩服您的。你忘了群名叫吐槽老板群。吐槽归吐槽，但是佩服也是真心的。不过你有时候确实有点专制。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其实是你把老板拉进来干嘛？现在大家是退群也不是，踢他出去也不是，这到底让我们该怎么办嘛？太尴尬，想不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当了叛徒，居然投靠老板出卖我们。哎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刚才发消息的时候被老板看见了，他非逼着我把他也拉进来。他逼你，你就从了吗？咱革命友谊这么不值钱？等等，现在是半夜12点，为什么老板会看到你在群里吐槽他？圆圆，你好像发现了滑点。你们连自己公司的颁奖典礼都不看吗？未婚妻。不用谢。我来，我来。求求你了，我晚上还得加班赶稿，得补充一点能量。你就让我吃一口吧，我实在是太饿了。求求你了，吃完自己收拾干净。你要不要也吃一点？